这俩孔，这俩孔和这俩孔是对着的。嗯。对，这螺丝一拧就行，就装好了。嗯嗯。现场装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先把风送翻过来。嗯嗯。该装腿的地方，我在图上给你标好，可不是每个法兰都有腿啊。嗯嗯。我会在图上给你标个几号，比如说这 B 一，这 B 一 B 二是吧？假如这没腿，我就不整了。嗯。C 一 C 二，然后箭头。嗯嗯。腿一。其他地方，反正我会根据字母的地方，哪个字母的地方有腿儿。嗯嗯，它不是每个地方都有腿儿、嗯。那就也是，比如说腿，在这里标一个字母，然后啊对对，也给你标一个，也是在，然后在侧面再标一下。对对对对对，对应的就行了。对对对，嗯。然后就是说，你现场装的时候就把这些风送、该连的地方就这样翻过来连，连好之后，嗯，两三个人嘛，直接这样十米翻过来，嗯、直接给它立起来就行。哦，也可以这样子。啊，对对对，就说也可以，就像现在这样装的流程。对对，装好之后四米五米啊、嗯、一段嘛，几个人直接给翻过来。啊、嗯、啊、嗯嗯、这上面有地脚，地脚都不跟你说了，到时候配的有、嗯，就是地脚往里拧就行。啊、嗯，好吧。哦，地脚能拿过来看一下。可以可以，来我给你拿。嗯，这别倒了，别倒了。